不是马上到2024年了吗？然后我在思康里边给大家做了新年礼盒，你看好看不？龙年行大运。那我们就这篇视频里边，点直播预告，点左上角的直播预告，然后加点赞加评论，我们先送10套思康套盒，10套给大家带上这个礼盒。对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接着再送，行不行？这篇视频里边先送10套。姐妹们，为了完美思康，我拍了大概得有200-300条视频了。提起完美思康啊，姐妹们，这个套盒我播了2年多了，从来没有换过品牌的套盒。皮肤想要提亮的，淡化脸上小黑黑的；皮肤特别干想要补水的；皮肤特别油想要控油的；皮肤毛孔粗大想要细化毛孔的；皮肤有点松垮有点小纹纹想要全脸紧致的，姐妹们，请您认准思康。想要抗老，必须补水，必须控油，必须提亮肤色淡化斑点，必须得紧致毛孔全脸淡纹，姐妹们，它才配称得上抗老。然而完美光做抗老这一件事做了21年，做上市了。目前的情况下，2500块钱以内的抗老系列，又能保湿，又能提亮，又能淡斑，又能紧致，又能细化毛孔的，连孕妈妈、哺乳期、敏感肌都能用的套盒，目前除了思康，姐妹们，我真的没有见到比思康更好吸收的抗老套盒了。非常清爽，一点都不油腻，真的效果很快。然后呢，给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，秋冬季节就是养皮肤的时候，秋冬季节皮肤养得好，来年春天夏天才能比同龄人显得皮肤好，才能比他们显得年轻。秋冬季节养皮肤好像只有两个办法，第一个早睡早起多锻炼，第二个就是厚涂面霜。厚涂面霜哈，姐妹们一定要记得在秋冬季节厚涂面霜。秋冬季节厚涂一次面霜比贴3片面膜都管用。而且姐妹们，大家想一想，捋一捋，是不是各大品牌里面的单价比较贵的都是面霜，甚至有很多一线品牌的面霜比精华都要贵。厚涂面霜，重要的事情说3遍。